对啦，对啦，也许啊，嗯。所以第二场通常都会遇到的就已经是到中期了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就没有东西，这不是理由啦，就是输嘛，就这样啊，没有关系啦。那我觉得是事实啊。我们不要讨论我怎么样，我来看他们打怎么样。他们在选第一个选的是 PS2 哦，两个人都很喜欢 PS2。理论上应该是 Parker matchup 比较好，因为他们是算中的嘛，随便说哦，直接给他一个两个，哎，没有接到，那 Parker 没有 punish。哦，直接抓，嗯，漂亮。刚刚套抓都抓得很漂亮。嗯，不过两个人又打很久，打很多，都非常熟悉对方的套路。那，哦，一个贝尔。原来是塔罗卡最擅长的手边环节。刚刚那个 space 也很好。嗯。他直接绕过了萨姆斯的贝尔，然后内投。哦，直接给他一个烫，两个答案接近哦。这局攻击直接接锁，那个是吧？很新奇的选择，嗯，也合理啊，不是怪的选项。对，是不是怪？对，抓不好的角色来说，的确是怪。嗯，好，那么，哦，想要做点小的那个警，哦，直接抓了起身。他有打得很好，哦哦，这个三十六，对，小连段，五十六，哇靠，哦，接起来想说掉出来就没有掉，哎呦，直接往内滚，嗯，这十八很高的，对，看我都选择用硬值比较小的攻击去。当然啦，你可以看得出来说，哇，哦，这个手边守得很好。哎，哦哟，可是没有成功，第二下没有中。嗯，延续拳。哎呦，想知道他回来。哦，想要，哎，这个紧张的动作。就是跑卡应该是知道他会上逼，所以就等一下，然后碰到他的身后就会开始紧张的找。也不是紧张啦，就是应该是别像直觉反应的，就像反射动作。哦，但至少我这样看下来，看我的上逼是不是没有以前的高。对对对，他是应该是就是他也知道跑卡在抓，对，他是非常善于去抓别人习惯的玩家，所以不能很会去对盾施展压力这样。嗯。好，那么，哦，想要用当 Q 去抓到他滚，嗯，一个变化回场，对，哦，滚，我可以听到，哦哟，哦，这个 DI 应该是有 DI， 有 DI 到，嗯，不然那应该 true， 哦，又给他一个那个，两个人差距一命哦，可是套不能掉很轻轻，因为再怎么样对方是跑卡，而且 Falcon 是非常爆发、具有爆发力的角色。哎呀，可惜啊！刚刚是很好、很棒的一局，刚好是，嗯，太紧张了。那个状况，难免。对啊，那状况我也觉得我应该要受损。嗯，完了吗？对。现在很紧张了，现在很紧张。对，那套要怎么样收掉这一命？哦，因为到。哦，我可最爱你哎呀到底，那个贝尔没有中，有点可惜。哎呀，哇，本身完全追回来。嗯，这是跑卡的爆发力，也是标准爆发力哦。然后现在没有做什么错，太多错事。直接冲过去对。嗯，因为安全嘛，哎呀，在背后。哎呦，现在反而是套进入危机，哎呀，落地失败。啊，恭喜跑卡！跟跑卡的判断很好，那个下边其实不是这么好抓，嗯，要用那么大的东西去抓到那个下边，很厉害。对，跑卡用哪个东西？他用上旋面去抓下那个套下边，那个是放下的，他在空中，他那边放上旋面，他放低下边，跑卡这样干嘛？他就放下，那刚好中了。
不是我，我觉得是这样啊，我看怎么样。哎，许其实算了，好厉害，真的厉害。因为我觉得下臂就很小一颗。嗯，我们要换另一道。哎，这个剑不两下。嗯。没有直接冲下去。杀气很沉。嗯。打标准，标准玩，标准就不能怕，所以，好好玩得很好。对啊。你看现在，好好怎么做？哦，这很好的 KV。嗯，不过没有惩罚到。哇，这局攻击没有中，哦，很好的转身抓。对。嗯。哦，想要，他应该想要用闪穿过跑卡，可跑卡没有一颗，没有停在那边哦。哦，直接这样。对 对, 對哦，对空。那刚刚想要，应该想要接 four kill， 然后没接到。慢慢走，看他在做什么。嗯。哦。哦。这个。然后想要开他的那个往那边。对啊。哦哦。这样对空。拿没有手到边，哎呀，刚好在外面。刚好那个飞行最刚好。嗯。很好的十八大姐。对。刚才我的十八大姐都很重要。嗯。哦，这个应该不会死。太重了。嗯，趴也不够。哦，这是趴有机会吗？嗯。对，跑卡做这个施压哦，炮刚做那个施压哦，那跑卡是有在尊重的，有看得出两个人真的打了哦，直接放冷漠防放一个，在跑卡还在想办法啊，好好，两个都打很好，那哎、欸、想要抓没有抓到，我觉得重复我才下来这件事可以写一个文章。嗯，这么深。嗯，这个，直接对空，然后，哦，一个阿贝尔接贝尔，然后一个关城的横滨。嗯，你看到，哦。哦，直接冲过去抓，因为他知道炮会一直防，所以就抓。两个都在试探对方，哦，配合到，好，给他一个，哎呀，可惜，不过没关系，这炮有机会。这次有。哦，这一次有了，那可是还回来。回得来。对。啊，这次机会，哎呀，可惜啊，刚刚应该用很烂的上 smash。很烂的上。哎呀，这个。回来的有点随便，不过没办法，因为那个也许标准那个太大。塔罗卡刚刚都是用钢片，所以套我小时候不要那么快抓到。哦，对了。但结果那个绳索的距离太短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就是吃了一个阿贝。当累了。哦，这个会杀吗？不会。哎呦。哦，这个不会杀。Marco Kick 竟然输给了高人。因为他先碰到了。哎呦。哦。哦，哎呀，可惜 ，miss up 了一个走位，嗯，很厉害。哦，这是有了吗？这是机会，这应该杀。那套的落后没有太多，所以还是有机会的。对啊，两个，而且两个都没有说有谁碾过谁的状况。哎呀，这个做几个失误，不过没关系，还是有机会的。下来太随便了，一个杯。哦，在场外盘旋了一下，哦哦哦，垫一下，62，哦，越来越接近喽，哦，对空对空，这要追回来，刚刚一样，两个人都追回来的状态，要要对，哦哦，有 entire， 哦哦，哎呀，可惜，哦，那个刚刚做的太重了，哎，他刚对对对对对。哦，这个会哦，他在干嘛？然后那个哦，两
炮已经追回来，完全追回来了。那我有配遇到，两个都非常的 clutch。想抓他跳。两个对峙，哦，想要那个。很好的 air dodge。哦，直接给他一个 four kill。那我们看，大家都很紧张。哦呦，哦，不过那个东西 parry 到之后，这个片其实很好。哎呀，跑卡这个赌注很大哦，可是中了，恭喜跑卡。